个窗户留一个往上开着哈，哪家窗户关没关死？关死了。水电？啊、嗯，关了。都关了。嗯。准备出发，全程794公里，大约。家里边咱那热，太热了，三十多度。你看他衣裳穿上了，对，赶紧，要不抱那老爷，给那老爷一个拥抱，赶紧好好好，啊，赶紧走老家了，我跟他，那给那老爷抽烟烟，还有啥嘞？那老爷不吸烟啊，老爷，拿的那个海鲜，这个虾放来了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叫他和我自己搬就行了，他可有劲了，干啥又是他呀？哪天的吧，弄弄。那这咋真贼精啊？不搁咱兄弟。现在也搁咱哥太。没了吧，弄弄。老古董留的吧？这是我买的 DVD。DVD 还是 VCD 这是？对，多长时间了？关了吧，关了吧。给烤小鸡儿来着。我的妈嘞，二十多小时，我不来给他当姑娘，那叫不是？快来两天，这么当姑娘不？那你看跟年轻人现在热的半死的。是的，啥也是啥热吗？啊，你在路上住不住？我住。就是恁那几天牵着牵着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杨梅，恁大舅。这俺这大姐置办东西都是我准的，他就不是买东西，他就那东西，他就那东西，就是买的，啥时候给买东西？有20年了吧，这个桌子。哪一个？那个。有了吧？那可有了。这四个螺丝能固定住了，金章。没事啊，这是一级能效是吧？嗯，啊，省电。一级搞咱这是搞咱云空调，这是云空调。嗯，啥叫云空调？哎，凉快了。云空调不就是马云那个云？这就行了是吧？走，赶紧下去吃饭吧，你饿了。您吃完了？啊，吃饭了。吃完了。赶紧吃了。赶紧吃了，排队吃。赶紧吃吧，累挺了。来，老表。嗯。